法律问苹果，邻居占用骑楼做生意无法通行，要向哪里投诉？走骑楼时常常可以看到摆摊的，但读者想问，他的邻居把骑楼围起来营业，造成一般人根本无法行走，这样违法吗？可以投诉吗？律师吴长明回答，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，骑楼也是人行道，即便是骑楼所有权人，仍应预留空间供公众通行使用，最重会挨罚2400元，并需立即消除障碍物。读者可通知辖区派出所警方来处理，或是以书面电话向交通警察大队检举。法律问苹果，下回见。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100元 C 的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。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